果你以為咧呢個夾咧好普通嘅話咧，咁你就錯啦。因為呢個咧係一個咧會識得跟住你走嘅夾，只要我行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跟住你行。但重點你一定要帶住呢隻錶，同個夾 connect 咗嘅話咧，佢就行啦。嗱，佢而家就行走咗啦。咁我試下行呢邊，睇下佢會跟住我走啦。其實都幾實用嘅，因為咧佢有一啲暗格位啦，可以放雜物。咁而入邊呢一度咧，我估計咧都可以放到8至9件衫咧，係冇問題嘅。咁而出邊呢一度咧，佢可以有一個配備埋指紋開鎖，仲有呢一度可以有一個 USB 四位插電。咁總括嚟講啦，這個夾咧除咗係好玩之外咧，其實都幾實用嘅。